在肥沃的黑土地下蕴藏着丰富的宝藏。鸡西是世界优质石墨主产区，大林片精致石墨享誉全球，2014年被中国矿业联合会命名为中国石墨之都，是黑龙江省首家获得该荣誉称号的城市。在鸡西石墨产业园区内，聚集着深圳贝特瑞、上海多灵、哈工大机器人、维大科技、香港皓视等一批国内外行业领军企业，形成蓄能材料、密封材料、石墨烯材料等八大产业链，20个类别、300余种产品。金矿粉产量占到全国的50%，全球的40%。国家石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、全国鳞片石墨标准划分技术委员会、国家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基地、国家石墨新材料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等国字号平台，为石墨产业插上腾飞的翅膀。鸡西已成为世界最重要的石墨新材料生产加工聚集区。鸡西煤炭储量巨大，开采历史悠久，是中国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。依托优质的煤炭资源和现代煤化工的技术，鸡西正在围绕煤头电尾、煤头化尾大力发展煤炭精深加工，加快从传统煤炭生产基地向新型能源化工基地转变。昔日两黑，今朝两金，鸡西正扬资源之长，以质量更高、效益更好、结构更优、优势充分释放的身姿，向高质量转型发展，华丽转身。